李岩是王菲的二女儿，今年已经12岁了。王菲跟李亚鹏离婚之后，李岩就一直跟着爸爸生活，但跟王菲的关系还是很好的。尤其是李亚鹏对李岩的教育非常的好，李岩走秀毫不怯场，身穿白色的卫衣，下边搭配着蓝色的运动裤，十分有气场。最近李岩跟着爸爸参加活动，身穿一件红色的 T 恤，非常鲜艳的颜色衬得李岩十分的美丽，脸上戴着的黄色墨镜显得李岩非常的有气质，皮肤白皙，跟红色的 T 恤是很搭配的。12岁的李岩就已经长到了李亚鹏肩膀的地方，也是大长腿一个了，红色的 T 恤下边露出来的腿十分纤细。不过李岩才12岁，耳朵上就戴着超大的耳钉，打扮的一点都不像小学生的样子，看着像20岁的打扮。李岩的姐姐窦靖童现在的打扮就非常的出格，现在看来李岩在同龄中的打扮也是非常出格的呀。这种一些成熟的打扮显得李岩不像学生样了，网友直呼李亚鹏快管管。李岩平时还喜欢在网上直播，在李亚鹏的教导下，李岩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女孩子，她在网上会教一些美妆的东西，看来对化妆品也是很有研究的。不过太小接触化妆品还是不太好的。李岩身穿黄色的裙子跟爸爸坐在一起，气场比李亚鹏还大。李亚鹏把李岩教导得太有自信了，李岩12岁就戴超大耳钉，打扮一点没有学生样。网友李亚鹏快管管。来源网络综合。